么是 rock？ 大家好，我是日金江雨人，今天要为大家推荐的歌曲是我新专辑1967里面的假 rocker。假 rocker 这首歌呢，我想要讲的东西是，我觉得 rock 是一种精神，它不应该被任何外在的东西所限制。可是呢，有些人他会觉得说，怎么样怎么样就是假的，怎么样讲就是真的。其实我觉得，我们可以不用这么的刻意，有那么的制式化的感觉。所以说，我就写一首假 rock 的歌呢，它其实有一点点的嘲讽，有一点点的诙谐。然后呢，希望大家会喜欢这首歌曲。这首歌曲的 MV 呢是在东京的街头，然后我被一只尖叫鸡一直追，一直追，所以说它是一个有点酷手的东西。然后大家看了之后呢，应该会对 Rock 有一个不一样的感觉。弹乌克丽丽也是种 Rock 的 feel。没去过乌兹塔克，没听过宾克·弗洛伊德。虽然有一点太客，把手放在空中甩，把手放在空中甩，绝不会乱说法克。我是个假 rocker， 也爱听莫扎特，不会电吉他，也不懂巴哈，就当个假 rocker， 喜欢玩 Facebooker。